好，欢迎来到每日精选。我们知道，当一个单元沟通的数字比较多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这个一这种形式。那么怎样让属于的数字正确完整的显示出来呢？当然有很多种方法，我们今天介绍一种比较简单的。首先选中单元格康乳加一，选中自定义，然后将这个通用格式改为零，然后点击确定，拉开一点，那么所谓的数字就全部显示出来了，是不是非常方便啊？大家学好了没有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